赢看来我做了一个梦。您没事吗？哎，老爷子，我可是吓出一身冷汗啊！狗妹，我没事，不用那么大惊小怪。不过，就算到了最深处，保护似乎就只有这么多了。龙神谷，还以为会有更多财宝的，真是让人空欢喜一场。并非如此，我可是得到了最珍贵的宝物哦。
よしよし。